放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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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了，接着走，接着走，别从这走了，我的辅助哥哥。OP 卡灭钻，那个好像是我们一个舰长吧？你不值那好像是我们一个舰长。我当时我还排到他来着，贼搞笑。蛮好的，我蛮好跳的。你边对线边买票，边买票啊？没有啊，对线之前蛮好的。哎呀！混沌。买机票呀！买二号去烟台的机票呀！烟台有机场吗？有。我还不知道呢。没有更像的山洞。居然是虫子，吞噬他们！怎么？我怎么感觉这版本铁男多起来了呀，兄弟们？是我的错觉吗？我怎么感觉这版本铁男多起来了？有没有可能铁男不需要重大呢？我真感觉这版本铁男是不是多起来了？我感觉我这两天每天都能打好几把铁男。英雄，哎哥，这你能中的？是不是铁男多起来了？我感觉我每天都能打好几把铁男。这我杀不了，多少？你要控他线呀，控线就是你把线推进去之后，然后再给他控住就行了，轻轻松松呢。别去啊，这能去吗？就比如说这个线啊，咱们就不要推，咱们这个时候直接回家，这个线就会是一个回推线。不是说了吗？这去不了啊，
你就会可以把他线给卡住了，知道吧？这肯定打不了啊。这肯定打不了，对面中单也会在的。这个线，然后待会上线之后，这个线就会卡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阅兵线去打他就可以了，懂吧？老板懂的不？没懂的话，你可以发复盘给我啊，我给你复盘一下也行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我不知道他不让他下来吧，我们还可以再杀他一次，先 Q 一下拉扯一下，一回去踹，然后 W 刮走位扭 Q 一下继续拉开，不要给他 A 二轮 Q 踢一下继续走位，保持一个走位，这里回身二轮 Q 直接把他拿走，完全可以再杀他一次啊，放他下来先回家，等会别被他们打野逮了，先回家干巴蛋女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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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我四杠一总共比分八杠十三呀？
这小虫子真可以，我们直接放这两个小虫子还能蹭了个杜神。他九级，他就等级这么低的。妈没了，在这里开摆了。对方这卡牌开摆了呀， 他这个大刀都是战骂四人啊，这开的。你都会被拿下来。这么变态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他凭什么伤害这么高啊？没事，我帮，我帮你报仇呗。他没交闪。主播乱杀的人怎么在乱杀我呀？哎，怎么没有果子？没事，我帮你报仇了。要感谢我们。太厉害了，主播！是我关注的主播吧？太帅了！走吧。等等，我们中弹好像在送啊！我们中弹好像真在送。妈的！好好好！不算零控制水银吧？他们中弹龙王、啊，放他下来。再放他下来杀他一下。控制李湘，完。我为什么要救这个卡牌啊？我是傻逼吗，兄弟们？兄弟们，我像傻逼吗？我为什么要救卡牌啊？我帮他挡那个勾，我帮他挡那个勾，然后控制李湘走。我为什么要帮他呀？卡牌已经零杠七了。他在送这个卡牌。对，当四个人的游戏就好了。这辅助怎么也开始吃我兵了呀，哥？我没惹你吧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剑总他妈的，主播，我看你直播超了50块流量，你什么逼卡呀？你买到流量卡呀？不是有那种19块钱几百G 的流量卡吗？搞到那种流量卡呀？不是，你那波支援什么意思？就是三打四的支援呗。啊，我不跟他争。他说的都是对的，是我游戏理解有问题，我知道。嗯，我们的问题吧。他是天才，我们头脑跟不上天才，是正常的。最近两个月不打了，理解跟不上也很合理。可是现在这个版本下路是可以三个人打过四个人，一个破败王加个机器，还是一个冰川宗主。没有，可能我的问题吧。我。理解不了天才的思维，兄弟们。不是，他说飞过来卖他，哥，我真好委屈啊！这他飞过来，我非得给他殉情。这个世界以他为主宰，他是这个世界的主角，我们都是 NPC。我靠，我真难崩啊，哥们儿，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呀？我200块赏金，我给他殉情。好好好，这把可别让我赢了，这把赢了我就该上嘴脸。这破坏王顶着塔就冲过来了，机器人有闪，机器人有闪，机器人有闪。等待会带来丰厚的。我有点怕这个龙王，说实话。他是多秒。
地基一旦腐朽，城墙也就藏不住了。哎，是敢惹吗？不是，他把我关进去，我不就能正大光明在里面拆水晶吗？突然感觉有点幽默，兄弟们，难道铁男是自己人？兄弟们，难道铁男是自己人？哎，这卡牌现在飞了，你现在有人头飞了啊！飞过来什么也捡不到，活该！好好好，啊、活该！啊，我这把出装真有问题了，我这把出装真有问题了，我应该出出默认的，我不该出这个，我应该星石加，我应该出星虫的。啊，没事，我在现在这都默认也不晚。还行，猜了一路，咱们这把还能赢的，卡牌要摆就让他摆吧。嗯，我打算好难，我双胶才活下来的。对面在我们野区乱玩，他们都是在中打野，在带下。那我 ADC 应该在哪儿呢？ ADC 在中路守塔呀。ADC 应该刷野，我操！这老鼠带下去了，对面人全没了。不补魔抗，你这个视野能往中路扫的。要补的话也得补那个护甲，不是补魔抗，补护甲吧。我们到时候后面，暂时先不用补吧。咱们这把走单带，不打架的。这个是一个钻石分段呢。嗯，这是白银分段，主播。哦，这是白银分段呢。自负会让每个人都屈膝下跪。什么东西啊？高贵的白银分段呢？那边还有个打野，好的。我要你在哪里？不需要韧性，咱们血头有韧性。而且智慧末刃不适合情感，智慧末刃不加攻击力，情感的装备你没发现都要攻击力的吗？情感就是攻击力越高伤害越高，破剑子的话没钱出，而且没必要。我们拆塔速度够快的，我想要是做点护甲，我补点护甲，做个死亡度。嗯，你不用出，我想要是做个死亡度补点护甲，知道吧？我会回来的。我这护甲线过去了，就是你们补装补装备的时候看他们水肥，知道吧？你看这把水肥，龙王肥、金克斯肥、破败王肥，两个物理一个，两个物理加一个那个，把他抓的拿到龙呗。OK， 我们又要被抓了，机器人在往，完了，哦，没完，机器人在这个位置。第四弹一般假球版啊，这里可能有那个那个老板要不要续线啊？你这23级牌子感觉好久没看到你了呀。我们就差三个剑长就百剑了，而且一般来说99剑和那第100剑都会来的比较快。别往下，你都知道那里不能去，你还往那走。干巴带女老鼠站位有点贴啊，让他上，让老鼠开团嘛。老鼠有个那个女妖的。对啊，让老鼠女妖开团。别疯的，就让老鼠女妖开团嘛。卡牌没事吧？就当卡牌是个。没事，不用的，不用管卡牌。就当它是个袋子。没闪现后期塞不了一点，那我塞怎么办？我就不带闪的呀。那主要塞的怎么办呢？这边想往这边做视野。这赛季没打王者呀，没冲王者，赛季末了。我们视野被挤了。
这地方容易被包啊，地方容易被包啊。啊，回家换眼镜，是的。然后我缺钱啊，缺好多钱。这金克斯疯狂补刀，我都没地方发育。辅助现在也开始给我抢兵了。不是跟炸不炸鱼没关系，就清盖不管什么分段都是 TP 加点火会比较好一点，知道吧？他附近没队友的，我扔个 W 试一下手。妈的，把我血手干出来了，真猛啊！他就140块。啊，大龙没了。我们都有没办法。而我也许。我操！这铁皮一件半装备打我四件套，一件半打我四件套，把我血手干出来了。一杠13的，他甚至都不值钱，他只值140块，这波他的收益来了。好牌又被抓了，好牌又死了，他活我吃。刚把的抓抓人吧，我感觉他们我们一直在被搞完了，这里有视野棒、哎、主要是想给他们做点教学局，知道吧？打高分段的话就不太好给他们做教学局。我走了，主播，这个小龙得看，你去看呗，我把他们高地盘。谁在看你铁男吗？我这里三个，派出一个。我这里三个，我这里三个，机器皮加金克斯。三个吗？嗯。OK OK， 就他们两个。那老鼠被开了。金克斯，金克斯的机器皮还在我这。我死了。哎呀，吃钩然后又吃匣子了。过不去。吃钩又吃夹子了。哎呀，没抢到我 W。机器兵没闪。机器有那个的。我天！这怎么跳过来个金克斯啊？吓我一跳！他都要被包了。生命无不终结于死亡，好比光线无不消逝于黑暗。哇，这个龙啊！啊！哎，我一刀能暴击的。六。有畜生呐、啊！善与恶就行走于我们之中，只有懦夫。你吃吧，我去上路吃一波枪。老鼠去吃野区。应该哦，我就去吃公路。你的力量有欠用，精准是唯一重要的标准。不行，得打团的，不然他们这边推进来，我们打不了。我找个爆炸球果的方式，直接跳他们脸上吧。他们的代码中存在漏洞。这里有爆炸果实，我直接爆炸果实跳他们脸上。跳完就是打击里手脚。
这一个大招能给我杀了。对他非要说我一枪不放，我怎么办呀，哥？